脚放下，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拿脚踩。好，别看了。姐姐，等下再用力一点点，转的时候用力一点。妹妹，妹妹去后面等，妹妹去后面圈子那边。好，膝盖，用力，站站。好，手抓还是托底？好了。二，托底。一，二，托底完。三，膝盖，对，膝盖一直抱着。对。二，三个半。一。好。二，三，膝盖，用力。上面。一，二，三，好。来，过关。没有了，我们都过关了。对，就是他有他自己会，他自己怕弄到伤到脖子，要叫不要做。放咸鱼，站起来，一二，俊宇那边可以自己做了。一，二，三，用力，哦，小心点。轻点，轻点。哎呦，还要举手啊？举手，还没有举手啊？不会啊。你说拉六就会蹲，蹲下来啊！哎，安德坐好啊。手都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再一次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二，来，用力，用力，对，很棒。俊宇最后一次来，手要用力哦。二，三，好。二，一，来。
设定比较远，然后我看这边应该是没有到五十分钟，然后还是那个标准的。平常他是吊我手，今天就要玩那个。我这边看起来好像教练的话，直接关了，继续转，这边，对，很好。